相同，即使我们的敌人相同，要到达的未来也不一样。指挥官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你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结局。我们绝对不会辜负人类的期待。出发吧，指挥官。一定要平安回来。
数次之后做出了这个计划，它确实会造成牺牲，可若不是如此，后果只会更加惨烈。绝不允许你把计划建立在我们的牺牲之上。你的决心中空无一物，你知道是不是的根源必须被消除。他们的遗书尚未腐烂，这些失败已被焚毁，不要重蹈覆辙。如此，就让我来承受这份代价。无论要承受多少代价，都会坚守誓言。相同的终点了，露西亚。